对三号印象最深？三号，严老师，我也特别喜欢三号。杨百森老师，我也支持三号。韩老师呢？我支持四号。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复活赛的第一场比赛。接下来看他们一压群雄。一压群雄，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展示环节。120位大众评审就本环节选手表现投票，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%。上一环节评委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%，累计得票比例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。那我们听一下杨百森老师是怎样说的。不错，唱得挺好的。但是吧，这个光模仿不行，你得根据你自己的那个声音，自己嗓子你再来唱。这个不是说是你听人家那个横越唱，是吧？很轻松很自然的人就上去那个高度了，你唱这个高度就很费力了。所以说想要唱好一首歌，你得揣摩他，揣摩他的内心世界，这种向上的冲力，尤其是一种自我励志的这种精神，感谢你的演唱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有请下一组。Thank you.
好，那看过了两位的表演之后，接下来严老师你来给说两句。好，二号选手啊、才艺展示挺好的，我觉得这一关你俩非常的完整啊、女孩呢一个戏曲的串烧，男孩的二胡的赛马啊、应该说你们俩的这个才艺在舞台上真是，这才叫才艺。应该说那个男孩在演绎这个二胡的这个独奏的时候特别精彩啊、真是看到你们这三年的时间真是没白学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包括女孩应该再好好调整一下就身段啊，戏曲的身段应该再加一点，因为你这又唱女驸马又唱那个花木兰的哈，应该加一点戏曲的身段，可能更加提气，在舞台上更加好看。应该说你俩这一环节表现得非常的出色，希望你们下一环节取得好的成绩，谢谢你俩。谢谢老师。看到啊，现场的观众看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冯老师呢，你的感觉？就这一段皮影就把二人转的丑角艺术纷纷的就是表演出来。再说这个小女孩这首歌能唱下来，她好像她的视力不好，那你就是有的时候学歌肯定都靠她的耳机靠她什么不容易了。就是这个小女孩那个一直为什么就一直穿着这身衣服呢？这个事情，因为童老师，我来替你说好吗？我来替你说。好的。他是这样的，其实呢，我们的江玲也有准备了其他的戏服，但是刚才看丁丽娜，一是之前的时候她一号我们的一号她发挥的不是很好，心情也不是很开心，而且由于就家人不是特别的支持，所以说她只带了一套服装。当时看他就是特别难过，特别伤心嘛，在那边。然后江玲就把他自己准备演出时穿的另外一套，那套红色的，那套红色的，是江玲的，就给了丁丽娜穿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们对他那份爱，对他那份喜欢，真的是有理由的。哎呦，这个孩子，那我希望三位老师也都说几句，好吧？互相帮助，互相助演，我觉得这样呢，才能增添咱们艺人之间的这种情感。相互支撑，这个人字才能成立。
是吧？二人转不是说是哪一个人就能把它唱好，而是全社会共同支持下，他才能把这个艺术才能攀升的更高。啊，感谢你对二人转的支持。谢谢杨百森老师，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好。来，有请下一组。他们两位的才艺表演之后，接下来韩老师给他们说几句。感觉你们两个唱的没有大问题，好像用二人转行话说，那也得满弓满调啊。你像那个韩红那个声音贯穿的非常透彻，咱们这个小女孩唱就老愣到半道好几句，还是对这个歌的理解，江山无限也有这个问题。总的来讲，你们的声音依然是相当的不错，希望你们做到好成绩。谢谢，感谢韩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就到我们忍痛割爱的环节了，来，前三组选手请回到这个舞台。
那现在呢，场上有四组选手，现场所有的大众评审喜欢谁，支持谁，觉得哪一组今天到现在为止表现得最好，就请为他们投票吧。请为他们投票吧。来吧，五秒钟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投票结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艰难的一刻。大屏幕，让我们看看这一环节的最终成绩是什么样的。来，哎呀，某一组选手成绩比较突出嘛，对不对？没想到啊，这爷俩不错呀。来来来来来，到四号，成绩不错呀。能听出我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吗？好不咋好吧。因为我觉得此时此刻对于你来说，赶紧回家照顾宝宝似乎是更应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肯定不行的，我来都来了，我干啥来了？我就奔着进总决赛来的。你干啥来了？我奔进总决赛来的呗，我干啥来了？别着急，你俩回头看成绩吧，赶紧看看吧。哪儿呢？下去吧。哦。觉得自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恭喜他们，剩下的三组，不让你们提心吊胆了，一起回头看成绩。还是有7.7%的朋友很喜欢我们的一号丁丽娜的，但是呢，只是比二号少了那么点点呢，3%的支持率。离开，换个角度想，其实是告诉你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。说两句。没事，没有失落感，因为看到他们成绩好，我也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们传承了二人转演员的艺术。希望能够以后把二人转永远的流传下去。丁丽娜，本来其实我还在想明年你还会不会来，但是此时此刻我特别希望你明年还能来，能吗？能，一定能来。好，掌声送给他，来，谢谢，欢送他离开这个舞台。都怪我走官路送儿入虎口，那楼底下做藏房，这一宗这一间，你要是打的对，要喊妈妈，你到那无人处喊妈。最终成功突围的两组选手，他们就是。